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，芝加哥华埠更好团结联盟带有装有蛋糕、蛋卷，还有疫情期间必备的口罩、洗手液等礼物，来到老人中心送给这的200位住户。好高兴啊！过圣诞节啊，大厦有好多礼物送俾我哋，即系好关心我哋啲老人啦。15年，每个节日都有东西送给我们。以前还带我们出去吃圣诞大餐。其实每年都会派发呢啲礼物咧俾我哋嘅长者嘅，咁我哋差一共咧就有200户喺度，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高兴佢哋喺圣诞节里边同我哋一齐分享嘅。特别有意义，因为都是老人家啊，他们都是过节，然后现在又是疫情啊，他们都很少出门，但给长者来一些过节的礼物、小礼物，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。我们华埠更好团结联盟一直跟这个 The Oak 的大厦有联系。第一，他们不在我们唐人街区，离得比较远，所以有时候也是是服务他们没有得到。我们呢是对于，因为现在 Omicron Virus Variant 很严重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出来，尤其是老人家，所以我们希望呢给他们一点小礼物，让他们可以有一点这个圣诞节都温暖。